的激情暴露啊，夏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刚才是董九弟我力哥给您各位说了一段单口相声，很不容易啊，让他们下去呢休息休息。这场又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，是接着表演。上车他这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给您说说呗。当然您看今天满起满座来的这么些位的好朋友啊，也不是冲着我哥俩来的。冲什么来的呀？冲着我们今天这个底角张九南，张九南啊。说清楚。哎，冲着人家来的。是，但是小哥俩还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嗯，有认识的朋友，有不认识的。是，您各位都是花钱买票来的，到这儿您就是衣食父母，您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听完我们哥俩这一场相声，有认识的朋友，有满意的朋友，他就有不满意的，是吗？哎，咱满意还好办啊。嗯，您要听完我们哥俩不满意的话，怎么办呢？退票，异想天开。您放心，您那票钱不进我们账上，进哪儿啊？您花钱买那票啊，嗯，那钱当时就已经进了我们师傅郭德纲先生的裤兜里面了。你最好说清楚啊。哎，这人家裤兜里的，哎，退票是不太可能了。是，但是您各位作为观众有这么一个小权利，什么权利？就是骂街，对，打狗。哎，对，您有这权利。哎，但咱话说回来了啊，好，您骂街，您也得知道骂谁。对，你骂街你得有个目标。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我没有名字，对，他叫鸡龙飞。您好，您好，鸡龙飞呀，行，您等会儿。我理解的意思就是，合着就骂我一个人，对吧？哪能就骂您一个人啊？是啊，还得带上你的全家。对，不对不对，咱俩是搭档，荣辱进退，你也得介绍你的名字，也得介绍我的名字。对，我姓孔，龙字科的啊，我叫孔龙螳螂。你呀，在网上呢有一些许的小热度，你这热度快过去了，您等会儿。介绍您的本名。介绍我的本名。对，孔龙螳螂是我的外号。您的本名是哈吉咪。哈吉咪。我喜欢你，别还介绍自己的名字。介绍自己的名字。对，我姓张，叫张龙森。谢谢。很尴尬，不用听。哎哎，不用听，不用听，不用听。嗨，哎呀，哎，谢谢您各位啊。是，张龙森、吉龙飞，哎，一对青年相声演员，业务水平能力很一般。嗯，但是拿人家来讲。啊，业务水平很高超，有人捧我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给说说吧。他这个学的年头长。嗯，是。他是打小学艺。嗯，他是七岁吧？哎哎，他是七岁学艺，是八岁净身。哎，为了相声呢，去泰国付出了很多。我不要再为他付出献身了。你说错了，七岁学艺，八岁那是静心。八岁静心，哎，对，相声说的确实不错。哎，他说相声啊，啊，还曾经受到过郭老师的表扬。对，当时呢，郭飞扬是这么说的。哎，大飞飞，这我呀，知道哪个郭老师？哪郭老师？郭德纲郭老师。郭老师表扬过你，是相声说的确实很好，业务水平很高超。哎，我们二位比较年轻，学的年头也短，来到天津演出，内心很紧张，也很激动，是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。来到这儿不好演，小哥俩没什么能耐，就有一膀子力气，好好卖力气给您各位演出。哎，这是应该的。而且您看，我们刚才一上台，上台虽然说这个名字介绍错了吧，但是也上台也规规矩矩，也得鞠躬。哎，那是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礼仪。啊，这是礼仪。哎，这是礼仪。你像生活当中的礼仪特别多。是吗？你想过去在北京，叫人就有礼仪。可是叫人怎么还有礼仪？那当然有了，你得说说行吗？比如说过去在这个通州一带啊，叫人就有礼仪。他有什么礼仪呢？他习惯啊啊，把人这个排行放在前头，这个姓氏放在后头。你比如说我姓张啊，在家里排行老二，你喊我二张嘞，你要死。干嘛我要死啊？干脆利落点。哦，干净利落脆。干净利落脆。你来说。我姓张，排行老二，你喊我二张。哎，你看我还爱听，还爱叫啊。比如说啊，我姓李，你喊我二李。哎，我爱听，爱叫。比如说我姓王，你喊我二王。哎，
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比方说，我姓舒，你喊我二叔，哎，我很爱听啊。我很不爱叫。怎么了？您等会儿，哪有姓舒的呀？姓舒的多了。谁姓舒啊？老舍。老舍不姓老吗？哎呀，看看你那个没有文化的样子吧。没文化样啊，老舍是笔名啊，人家本名姓舒，叫舒庆春。不是，您说的那是以前的，现在没有姓舒的。舒淇。那是女的，男的没有姓舒的。舒淇他爸。哦，有姓舒的。对呀，多新鲜呢。有姓舒，你怎么不喊我呀？喊你也行啊。啊，喊我。喊你，你姓姬。啊，家里排行老二，嗯，我喊你二鸡，哎，哎呀，你换个姓儿，忒不好玩儿，你这玩儿。比方说，你看我还爱叫，哎，我还爱听。哎，比方说你姓李，我喊你二李，哎，那我爱叫，我爱听。你姓王，我喊你二王，哎，我爱叫，我爱听。你姓沈，我喊你二婶儿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不爱听。你还不爱听，我感觉你都蠢蠢欲动了。别蠢蠢欲动了，一二叔一二婶，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？没有，就说叫人是这么个礼仪。哦，哎，是这么回事。是，哎，你看这是过去北京的叫法。嗯，你看在天津叫法就不一样了。天津怎么叫？天津称呼人啊，习惯称呼人为爷。是吗？哎，而且呢，特别的客气。怎么称呼这个？比方说，两个天津人在街面上碰见了啊，哎，你比如说你姓鸡，哎，我别比划，就姓鸡，哈哈，就姓鸡，哎，你姓鸡，我喊你鸡爷，鸡爷，你喊我鸡爷，那我喊你张爷。喊我张爷就不对了啊！天津人客气啊，啊，一般都是把最后一个字儿啊变成一长串给请回去。这个还能给请回去？那当然了，这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个，咱们表演一回啊！哎，表演啊！在街面上我碰见你了啊！哟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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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！哎！很简单啊！哎，这天津有朋友就发出疑问了啊！你看最后这一长串请回去字数太多了，有点繁琐，少几个字行不行？可以吗？也可以啊，也行。比方说三个字也行，三个字都可以啊。在街上碰见你了啊！哟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爷爷，哎，很痛快。有朋友就说了，那三个字都行，一个字行不行呢？一个字可以吗？也可以。哦，一个字都行。在街面上碰见你了，啊，哟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，哎，很痛快。是什么？您说什么？哦，您问两个字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两个字都行。那当然了。来一回，在街面上碰见你了，啊，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分杯，哎。小啊，真的超我便宜，你超我三回便宜了，都是超便宜。我说介绍一下，你又介绍，别介绍，超便宜了。哎，你看这是礼仪，哦，哎，你看这是称呼人的礼仪。是，过去老实年间，老实年间的见人见面，不光称呼有礼仪，好，身体上也有一些动作，还有打招呼，你好，这不打招呼吗？不是啊，哎，过去老实年间，讲究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蹲安。哦，请安礼，请安礼。哦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咱俩在街面上碰见了，行礼请安礼。哎，表演回这个，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。哟哟，这不是鸡公公吗？我刚才说我就是你。哟，这不是张总管吗？有日子没碰见您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给您请安了，我给您请安了，我给您请安了，我给您请安了。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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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一抖，哎，就表明喜欢你啊。哦，是吗？不是，您想刚才表演这个啊，这是文官的，对，是
这是宦官的请安。好、哦，这是宦官，多新鲜啊！对，我就说差不多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按您过去武将，习武之人，见面也是族人，也是得撞肩礼，但是显得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咱们各位表演一回，可以试试。哎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啊。好啊。哟哟，这不是鸡大侠吗？这不是张剑客吗？我以为你要叫我张剑宇呢。老久没见您了。哎，是啊。哎，我给您请安了。哎，我给您请安。我给您请安了。我给您请安。啊啊！喂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回去了刚才。我是谁？别人在哪儿？谁呀？您太瘦了。多吃点，好家伙，都差不多撞飞了你！您撞飞了这个，好家伙，这是，哎呀，肩膀还挺疼，你这儿您注意点儿。这是过去武将哦，习武之人是。您看刚才咱介绍这么多啊，都是这国内的礼仪。您这意思是国外还有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国外有什么呀？国外讲究这个啊，亲吻礼，亲吻礼。你别介绍，我给大家伙介绍，你说说。这个亲吻礼啊，它有一个这个配置的问题啊，讲究是啊，一个男的和另外一个男的，你想和另外一个女的，俩人一见面就从那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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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。瞅你那个你荡样子，好家伙的，你荡样子。我说的这个亲吻礼啊，啊，两个男生也可以，这么刺激啊？刺激什么呀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那怎么着？不同的关系啊，亲不同的位置。那你给说讲讲这个。哎，你比方说啊，啊，朋友见面了，亲哪儿啊？亲哪儿啊？吻脸颊，啊，就是腮帮子。哎，吻这儿啊。哟哟 ，What's up？Hey bro！ 啊 ，Long time no see 啊。我听不到。哦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哦哦 ，give me hug。give me hug。give me hug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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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演出你亲我，你吃臭豆腐，还救了半头蒜，这行，你有注意点吧？哎，你看，你等会儿吧。你等，都是你的油，你这玩意儿，好家伙！您看，朋友之间啊，就是这个吻脸颊哦，朋友之间吻脸颊，亲的是这个腮帮子啊。还有别的？别的是什么呀？比方说啊，长辈见晚辈，那亲哪儿啊？亲额头，哦，就是亲脑门啊。哎，比如说爸爸见了儿子了，嗯，爸爸就吻这个儿子的额头啊，这能理解这个。哟，我的儿子！不是您等会儿，您哪来就这样？我的儿子！啊，咱别吃这酒，我的儿子，别吃这酒。哎哎哎哎！哎呦！哎哎哎呀，我的儿子！我不干净了，怎么不干净了？太臭了，你这个！哎呦，我还没掀起你脑袋头油呢。您别说这个啊，这玩意儿臭。哎，爸爸见儿子亲额头啊！哎，你看这个夫妻两口子之间亲哪儿啊？吻哪儿啊？吻嘴唇。来一个！来一个！来一个！你先等会儿，我是愿意啊。我也帮他托付两句是吗？你说，这朋友们，你们过来，你们是听相声来的，你们要是看这个，你加钱，加钱，加多少钱？十万，十万，我就给你这么说。10万块钱，让观众物超所值。您撂下吧，这个咱就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假装亲完了，哎，假装亲完了，哎，还有一种关系。什么关系啊？也是男女。不是，你说清楚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这个男女分一个阶段。什么阶段？就是在这个求婚的时候。这亲哪儿啊？吻手背。吻手背。哎。没事，这无所谓。
你怎么我就亲了啊？怎么我就亲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哦，你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你说说。哎，在求婚的时候啊，一般是这个男生手拿着一束花，单膝跪地向女生求婚。是。女生要是愿意，要是答应的话呢，把这手背拿出来，哎，吻一下，戴上戒指，这段就算成了。哦，是吗？咱给各位表演一段这个。啊，可以。那我来这个男的啊，剩下你挑。这。我演那狗行吗？哎，你这么指南哥说话不好听啊！你说的啊，你把男的挑走，我不就得演这女的吗？那你演这个女的，我演这个女的啊，你来扮演一下，扮演啊，装扮一下，哦，捯饬一下更像一些，是吧？哎，拜托那种妙龄女郎，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哦，妙龄女郎，哎，很浪漫啊，很浪漫，哎，让她捯饬吧。各位您知道吗？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完您再看。你是无脸怪吗？还能说什么呢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别笑了吧，好吗？还行，这大哥你来一头怎么样？好家伙，不喜欢。我不，这什么造型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辫子吗？还白辫子啊！你甭管这个，头一回见。哎，行，那就这样。我呢，手拿一朵鲜花，哦，单膝跪地向你求婚，哦，吻一下手背，吻一下手背，好不好？哎，好的。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讨厌。害羞了。哦，亲爱的。嫁给我吧，走开！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你免得去，手给我！不是你家暴啊，你家暴！说什么呢？手给我，让我亲呐！手给你，手给你！哎，真是！往下点儿。长不高还这样？真是。这个就算结束了，因为你想啊，你问我一口，我就跟你走了，你就嫁给我了？那不行啊！怎么的？我亲两个。哎呀，搭档这么长时间没看出来，你挺变态的。亲两个。你看呢？像这种女的呢？你看像这种礼仪啊？您看这好气！哎，哎，你这儿挥手办，我这很出题儿啊！去你的！